走了。哎哈，熟悉的队伍，哎，真的是令人熟悉的队伍。哎，辛苦了，谢谢。哎呀，居然是这令人熟悉的队伍啊！打算服。哎，干这个版面，傻笑。看这版面是傻笑，看。我是突然觉得我是整地智障哎、欸，突然觉得我变整地智障了。我记得是要先瞄左边嘛，对不对？防火墙，然后就是前期要绿心珠啊。其实用超绝火度当然是比较好打，但我想要梦回2017，梦回2017比较好玩。好硬哦，十连锁，哭啊！反正跟鬼一样，烂，烂死了！突然觉得我整地技术是变很烂的。Hey, I see you. Oh, thank you. 完蛋，完蛋！我不会打了，我不会打了，干！这什么牛鬼蛇神？我为什么说我要自虐打这关呢？这什么牛鬼蛇神啊？我觉得我要凉了哎、欸。回不去了，完蛋！我不会玩了。我有点忘记我这里会开，我好像没有开啊，小兔。我好像没有开小兔，我好像就是直接这样上，我好像都直接上，我没有再跟他们客气的。我记得啦，我记得我的打法没有再客气，直接上。哎，突然觉得这个龙王多了一个雷射，差太多了。真的都用太近队伍，那这没在。我看这三小，这到底是三小？完蛋，我就带不走哎、欸！哎、欸，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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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怎么还有一只没死？应该是我的整地技术变太烂了。对，我记得这里要拖，就是打掉剩右边，但是可是我记得不会剩这么多血量，我记得不应该剩这么多血量。对啊，怀旧啊，今天是个怀旧的好日子。就是这边我好像都会磨到之前技能都差不多好，然后二血都直接带。我不喜欢第三关拖、啊，那第三关很麻烦、啊，所以我习惯第三关赶快把它带走。好，接下来我们就疯狂跳过，求有效率哦，就那个吧，那个啊，普大哥啊，好像也只有普大哥可以了，好像也没别人了。OK， 好，就这样啊，然后再挑一回。再挑一回喽，好，收头，怀旧自虐，我觉得是怀旧啦，我自己觉得是怀旧，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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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收头收头收头，下一波，哎，好古老，对对啊，超古老啊，我真的想不开为什么要怀旧就要把火度换全走，我是都这个，我是这个流派的啦，我这个叫什么那个。我是鸟村流派的，对，我是用鸟村，我是鸟村流派家族，所以我都是用双兔啊，双兔比较好吧，双兔龙王吧，血猫，我是用双兔龙王啊，我没有再用血猫的。这个队伍的打法叫鸟村流派，就对，玩二没要跟你耗，玩二的话直接收场。还有 Senior Many Hatchers， 那是 Beautiful，OK。Hope you like it, and
help me to show you a friend. Thank you. 突破到这里了，哎呀，而火柱的爆弹只有一回合，真的是很伤。他应该需要两回合。一，拿出实力送你回家。不会，我不会回家，我会赢的。I can win。来一米中六，双天照火柱性的，干成傻小，那个我不要，我不要那个。我英文哦，就是稍微会一点点。守石吧，之后凑点石头抽守石吧。我记得那个池子，他说那个池子一丢出去，合作阿姨吗？我猜阿姨，我阿姨猜这个礼拜啦，我觉得这个礼拜应该就会出了，真的。反正那次就是因为石川上任，然后。石川刚上任，十万怎么走？看可以不要用那队吗？那队有点讨人厌。对，我不是很想。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石川刚上任啊，然后他就出了一个几率爆高的一个池子，变成说台北不得不的跟进那个东西。那次我有听，那个时候好像二周年前吧，我记得是二周年前吧。这波应该可以收头了，我觉得。你们这么难打、啊？这关以前有这么难吗？这关有这么难吗？怎么觉得这关变好难打？火兔四回，然后盾还有二十四回，好，应该可以慢慢打，不急啊。好怀念的队伍，你知道人没事就是要找事做，你知道吧？怀旧路西法，今日怀旧 day。今日怀旧 day。哇，这反面真的是跟鬼一样。开个火兔 ，Is this under the cost? No, this, this is the team for 路西法在国际版关卡叫什么？路西法嘛，就是路西法嘛。This 我想想 ，this cost is for this team is for 27th team, yeah, very before. It's an old team. 现在折下来应该可以一直啊。Not for under 53, this for it is the oldest, yeah, Lucifer, or 就叫 Lucifer, just 27 the most before Steam, yeah. 好，我觉得这里要开个龙啊，不然反面很贵。然后我要开 P。好，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姑且当作没有镭射，不然。
这时候有雷射，那个版面就不会太好吧？好像有雷射版面也蛮烂的。但是如果是我，这个时候会开 B。哦，这个时候会开 B。哦，小鬼们，哎，不是，不是吧？不是吧？现在 B 也太痛了吧？不是吧？我的 B 也太痛了吧？不行啊，这里不能秒，真的不能秒。猝不及防，我哪知道他打这么痛啊？哎，我真的。60万，你看爆发只有60几万哎、欸，什么啊？太难过了吧？哎，我稍微研究一下，好像会炸了，不行。好吧，我讲了。啊，各位看好啊，这就是这队真正团结的地方。这至少要靠火度消半血吧，我记得这里至少要火度消半血啊，不然火力绝对不够，绝对不够。火度第一刀至少要半血。没有开，我不开的，我觉得那个碍眼。哎，谁还记得这个流派的打法？我是用这个队伍啦，我以前是用这个队伍打、啊，我觉得这比较好用，就是你至少王二不用在那边上班一直磨，王二是真的很难磨哎、欸，我不开玩笑了。啊 ，OK， 带走 ，OK， 哎，真是的，两只火度跟我们，两只火度就不会爆啊，这队伍就不会爆啊，那我们要大妈打赛特吗？有人记得大妈打赛特吗？还是有人要我们再打个大妈打赛特？超稳，这队 OK 的，这队真的是 OK 的。哎，过了这么多年，这队还是可以。